我是 Alice Wong，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的教授。我是做癌症的基礎研究，特別是癌症的擴散。在癌症擴散的時候，黏附分子有著很重要的角色，而我們發現它在動態和靜態時候所用的黏附分子是不一樣的，希望這些都對將來臨床的應用有幫助。我覺得香港人對新事物的追求，他們很勤力，還有有著堅忍的耐力，這些都是對科研很有幫助的。匯聚頂尖思維，啟發科學成就，香港桂冠論壇。